初不应该。传教后亏你又把你拉下来，为什么命运相爱，感觉好还是要分开，是否我们就是徘徊着心门之外。三生石都有你相遇加恩爱，命运如此安排，终究要无奈。这些人过得不快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清晰明白，你允许我不必的关怀。多少相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予以等待，都懂得珍惜以后归来，聚不聚了分开，会不会还在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予以等待，当爱情已经装订装排，是否还有勇气去谢谢大家。